谁啊？你怎么上我车啊？人呢？哦，哎，大哥大哥，这辆车，走，看看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怎么了？靠！你们后面一个女的从这跑过去啊！啊，你们是不是说的穿黑色衣服的一个小姑娘？对对对，就她。啊，她往那边跑吧。对呀、啊，傻不拉几的。哎，小姑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为啥追你啊？是这样的，大哥，我是和我男朋友出来打工的，没想到他们是传销，把我的钱和手机都收走了。我身上现在一分钱也没有，可是我想回家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哎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我这里有些钱，你拿去买票，我留4块钱买个面包给。大哥，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不用谢，小姑娘，我相信啊，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选择帮忙的。正义、善良永远不会缺失。走，我现在送你去车站。小姑娘，到了，车站到了。谢谢你，大哥。我希望每一位在外打工的人都能平安回家，让我们为这位善良的大哥